Thank you， 唔該曬。唉，幾耐冇去台灣，諗你都諗唔到，我1993年到而家未去過台灣啊。其實做廚房 CEO 都要周圍去噶嘛，台灣又近喎，1.5小時。仲有個 tips 話俾大家聽，而家咧淨喺香港機場咧，你就可以辦到呢個簽台證啦，亦可以落地簽證喎，方便好多啦。以前我哋哇查家宅咁先去到，所以而家去台灣咧係一個好嘅選擇。哇！去到台灣探下啲朋友，食下啲椰鴨菜，食下啲地道嘅小籠包。唔講咁多啦 ，check in 先啦。嚟到呢度風景非常之好，點解咧？我揾揾我的朋友，本身亦係一個食街嘅寫書嘅人嚟嘅，佢有一間餐廳，我睇下佢寫同埋煮係咪真係咁一流先，睇睇。啊！呢度真係幾靚喎，啲風景嚇，睇唔出喎，古色古香咁喎。哦，呢啲咁嘅瓦面冇噶咯喎，仲有呢啲瓦面嘅。哇！呢一度唔止風景靚啊，仲已經有成8年歷史咁耐噶啦，連張學良將軍咧都曾經喺度站住過噶喎。嗱，喺24年之前咧就改建成為咗餐廳。老闆娘幼祥老師今次啊會親自出嚟接待肥媽，仲教佢整翻味招牌菜蒙古炒肉。因為佢嗰個成個鐵板好紅啊，所以一定要加水，唔係佢就會燶。加水去炒呢個，但係這個肉在這邊炒。係啦，肉一定要向呢邊燒。這樣子炒燒就香，才香。對，好，炒了差不多7分熟的時候，把它撥進來。啊，然後移到那個火大的地方去讓它炒。對，其實呢。呢個炒法咧，一路炒一路走位啊！就呢度濕呢度乾咁樣，佢就會好香啊！然後咁佢就好快。喂，唔好講笑，自己炒俾自己食。呢個是羊肉。羊肉對。嗯，我其實炒單一個味最好吃。哎呀呀，你哪裡炒的？哎呀，哇，機會睇唔到個九層塔添，冇講笑啊，大佬。好，啊，先練習炒這個，這個練習炒。哇，好得意嘛！炒嘢點會難到肥媽？兩三下手勢佢就搞掂啦！哦，開始耶！搞掂。餐廳除咗有各國美食嘅自助餐之外咧，仲有一系列由梁老師親自創作嘅畫宴養生藝術料理。嗱，除咗用上最健康嘅食材之外，製作嘅過程啊，仲好講究藝術價值同埋創意噶。嗱，阿老師咧仲喺春卷上好寫嘅，呢啲咧就係意大利嘅墨魚粉，即係將墨魚汁咧曬乾再整粉，然後擠翻醬油、蠔油、蠔油、糖。那因為以前我爸爸都說我肚子裡面沒學問啦，那我今天把學問寫在上面，一吃下去肚子不是有學問了嗎？係喎，佢凍掉都冇滴墨水，飲滿落去就得啦。係啦，當然沒有你的章，我們用這個紅橘醬再蓋個章。哇，係喎，仲可以蓋個章添，欲求千里目，更上一層樓。係咯，肥媽，你睇中國人很多書法啊，黑黑的，可是如果你沒有那個章，冇呢個紅色嘅章，就唔好睇，就好單調噶嘛。所以單調的書法寫上來，這對中國文化新的飲食是一種新的概念。嗯，我又有一個新的想法啦。是，哇，肥媽，那你要寫什麼呢？哎，我那個很重要。很重要嗎？哇，很重要，對我以後的生活啊，對我的一輩子。真的嗎？你看，哎呦，我也有盖章。哇，你要盖章？我也盖章，我的章有不同写法。呀，我的章是一个口红。哎呀，我是真心的啦，老公，我祝福你啊，老公啊，爱你。好得意哇！正唔正？哇，好正，好正。呢一個係一個好藝術嘅畫宴嚟㗎喎，嚇。係啦。它的那个菜名怎么叫呢？这个其实为什么叫化宴呢？我们看这道这边这道菜啊，它这里面呢有这龙虾，最主要你看啊，这边好像有一个渔网，系啦，好像网住它一样，系冇错。那其实这整道菜叫做丰收。哦，佢成道菜就叫做丰收。哎，我们中国人最主要，对，中国人梗系要大丰收啦。但这个丰收呢，表面上是丰收，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在做事的过程当中，过程个收获，系啊，过程好享受。系啦，呢个做好似呢个这个渔网，
他到底抓到龙虾没有呢？又好像抓到，又好像没有抓到。其实不重要，最主要是我们很努力的去做就 OK 了。冇错冇错。同埋咧，你照顧到咧，連好少嘅嘢，譬如響春卷上高寫字啊，或者佢嗰個扭住呢個飯都係，咁佢就用曬中國傳統嘅嘢，係啊，用曬地地道道台灣自己嘅嘢，但係佢個擺設啊，佢個配合咧，我覺得係非常之美啊，非常之靚。嗱，甚至乎一個呢個茶，係啊，好飲到，真係我唔識解釋啦。咁佢係用咩咧？用蜜糖。醋係啊，佢用蜜糖同埋醋，佢用薏米醋溝蜜糖開呢個茶，所以飲落咧酸酸甜甜。因為咧我哋食嘢之中咧，中國人食嘢比較油，但係佢呢度又唔油喎。食到一半嘅時候咧，你飲啲醋落去咧，幫助消化咧，咁樣可以繼續食。係啦，哇，肥媽真係好叻啊！我都冇講，佢全部都知道啊！哇，真係好叻。但係一定要同阿老師講咧，如果大家嚟到台灣咧，一定要嚟呢度。係啦，因為呢度咧。呢度除咗啲嘢好食之外咧，個風景啊，今日我哋就夜晚又去做啫。夜晚呢個風景不得了，靚到哇，詩情畫意。我跟我老公嚟這裡拍拖。對啦，我用嚟拍拖啫。係啦，可以洗洗温泉啦。對，係啊，佢呢度仲有温泉浸，唔出聲喎，出聲咁我可以做泳衣，我而家得噶嘛。即係當然唔係三點式啦，即係成件嗰啲，做泳衣浸温泉啊嘛。好啦，多謝。我等阿青山大哥嚟啊！哎，青山大哥，哇！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谢谢，谢谢，我哋入去食饭先。好好好好。今日咧好多谢你睇下青山哥哥啊，都出嚟同我哋打招呼啊，嚟到台灣去講廣東話，你知唔知啊？就話青山哥哥咧，我今日睇到呢個，你話唔係你出嘅，最新出嘅噃，呢張你嘅專輯嚟嘅噃。唔同公司㗎，但係我全部都冇版權。但係而家仲會唔會諗過作，即係有人作到啱你嘅風格，再出嘅唱碟，你會唔會咧？要揾一個對你好熟悉嘅，個個作曲㗎。係啦，個作曲針對你嗰個優點，係同埋缺點，嚟寫歌、作詞，係啦，咁就啱。淚的小花咧，我突然間噏唔到諗，靜靜聽着愛人，我為你唱一首愛歌，呢個就明日天涯啦。淚的小花我識嘅，係點樣咧？開頭在雨夜裡飄落下，黃的花，白的花。对，记不记得？白的花使我想起了他，还想起了他了。对，仲有个你的小雨，我成日分唔到你的小雨系点嘅咧？分不出是泪是雨，泪和雨一起了你，一起你雨中分离。下半的中间犀利了，哭泣，你哭泣为了分离，分离，分离后再相见不易。我曾把你的眼泪藏在睡梦里啊，藏在睡梦里，就好像。藏起回忆。哇，真系好嘢！哇，好嘢，真系好犀利！你真系杀死人啊！你把声嘢嘅喎，我唔得嘅喎。我唱歌之前食饱咧，我运唔到气嘅喎。我一个钟头之前我都唔可以食嘢嘅。系啦，唔系我食咗嘢咧，可能口入边咧有啲渣喺度噶。嗯。咁你唱咗一半嗰阵时咧，有时啲嘢会走出嚟喎。你冇。冇時間俾你吞落去嘅，你知唔知啊？我試過一次啊，我寫向後教話，忽然青山青青出場，我就出去啦喎。嗯，仲喺度。哎呦！哇！我已經行咗出去啦。哇！點算咧？呢只歌咧前奏四個拍，已經去咗兩個拍啦。嗯，仲剩翻兩個拍要開口啦喎。哇！我好心急，我快快咁快啲轉身，背住個觀眾啊，對住樂隊咁樣。飛落出嚟，飛落樂隊度。樂隊阿蕭好多咧，觀眾睇唔到嘅。
我試過上台之前唱交道，一第一隻就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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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因為我食飽啦，耶！我擺個麥呢度啊，好大聲，你諗下幾醜啊？因為我係成個 power 出嚟嘛。自此之後，我唱歌之前唔食嘢。幾十年你唱歌，你登台，係咪有個人叫做無名氏，成日送花牌送嘢俾你？你想唔想知道佢係邊個？好似有一個，好似有一個。你想唔想知道佢係邊個？你咩？梗唔係啦。邊個啊？佢係張國榮。我前一排喺屋企啊，我得閒冇事咧，我就攞翻以前嗰啲葛蘭。葛蘭。吴英英，系吴英英，他们的那个片子来听，还有白光的，对，哇，以前的音乐真是好，好，跟现在的最大的分别在哪里，你知道吗？以前的音乐，他在应该出来的时候他会出来，你在歌唱的时候他一定收，对，在你的中间，对，或者是前奏间奏，对，以前的人唱歌咧，你唔使睇歌词，系啊。你聽得明？你聽得明？即係我曾經聽講啊，啲新出嚟嗰啲歌星咧，就批評我哋啊，呢一期嗰啲啊。哦，點樣批評咧？請問啫。佢話：使咩唱歌咬字咬得咁清楚啊？咁你叫嘢食都唔使叫得咁清楚啊？唔該，哎呀，聽唔到？哎呀，聽唔到啊？佢哋話而家興咁樣喎。你興喎？因為我聽佢哋講説話咧，都幾好噶。正係有唱歌啲一唱起歌咧，個歌詞就好似嗱，而家好簡單啫嘛。你聽英國唱片又係，聽美國唱片又係成。你聽下佢哋而家講 hip hop 嗰啲人講嘢 ，you know what I mean？ 我點知 what you mean 啊？大佬你都冇講過嘢。即係以前嗰啲歌咧，譬如話你一張碟入邊啊。第一隻、第二隻咁樣一路落嚟咧，佢每一隻歌咧都有個風格。係啊，你一聽過個英樂個前奏啊，你就知道係邊只歌。係啦。而家啲即係我唔係批評而家啲嚇，即係有時你唔留意咧，佢都已經唱到第四隻唔知第五隻啦。你仲以為仲係頭先嗰隻歌？誒點解咁長啊？都未唱完。以前嘅 arrangement 犀利啊！單止係作曲嘅，啲曲都好犀利嚇。arrangement 犀利。佢應該呢段咧，佢用咩樂器嚟表演？係啊。啊！有時嗰啲你覺唔覺得咧？好多時嗰啲聽過嗰啲歌，佢有時中間有一段咧，佢用嗰啲手風琴，有啲地方咧佢用嗰啲法國號，係啦，嘣嘣嘣嘣嘣，係啊！你一聽就知道，哇！呢個係一個曠野，係啊，一個野外，一個曠野有山，你有 picture 嘅，佢就使乜啫？你講不了情啊啦，烏鴉鴉就。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噔噔噔噔噔噔，個澎湃咧，你直情諗到嘅，哇！佢走去個山嗰度啊，佢話又看着等呢個情人，忘不了，忘不了，你係哇去到一個景點，然後點樣落翻嚟？你有冇試過自己唱歌啊？唱到嗰啲有啦，一定嘅，毛管凍噶嘛，一定啦。如果冇就唱唔到歌啦。我有幾次啊喺台上面唱歌咧，唱到即係已經唔知道喺邊度啊。唔知道而家喺咩地方。會㗎，會㗎，你成個投入啊嘛。係啦。有邊幾氣氛啦嗰啲啊？有邊幾隻歌有呢個感覺啊？明日之歌。係。之歌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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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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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你啊，呢個前邊啊又好難噶喎。係啊。你又唔可以數一二三喎，你完全要聽喎。係聽嗰個。哇！真係。你成個人嗰個感覺會出嚟，同埋你嗰個回頭。而家我哋咪唱歌好中意轉 key 啊？點樣上嘅？而家唉，原 key 都未必唱到啊！轉 key 你真係講笑啦。咁最近咧就好多人咧都出嚟開演唱會啊，幾個人啊，成啊咁。點解你唔開呢個演唱會咧？最近我覺得開演唱會好辛苦啊。點解咧？企咁耐。
我呢排咧呢個大髀呢度啊，磨損啊，磨損就所以唔可以企太耐，企太耐呢度，唔舒服嘅。哦，企得太耐太唔舒服，佢擳住個神經嘛，佢冇咗嗰個膠啊嘛。同埋條腰啊，同埋個大髀呢度啊。哦，其實你整翻正佢咧，食翻啲係生翻，有一種有啲嘢係專門將個骨與骨個骨膠原生翻嘅，會好容易好嘅。生得翻嘛？生得翻，任何年紀都生得翻啦。我咁嘅年紀減幾百幾廿磅都得。我哋今日咧。就非常之好，又聽到啊，先生哥哥唱咁多隻歌，有一個 request， 唱多一段嘅歌詞啊，唱多一隻歌，你覺得你好中意嘅歌，俾我哋聽得唔得？因為觀眾好希望聽到你嘅歌嘅。明日天涯好唔好啊？好，哎，呢只經典，呢只我好中意嘅歌噶。靜靜聽着。唱一首爱歌，爱人不要怨我，爱人不要恨我，我愿想与你消磨一生。无奈生命如此短促。哇，真系好犀利！呢个歌好难唱噶，仲要系清唱。呢个歌好难唱，佢高落去再低翻翻嚟。哇，好正，真系好正，好正。青山唱完歌之后咧，仲话要带肥妈去见识一下西门町一带嘅歌厅。呢一啲歌廳咧，又叫做紅包場，去聽歌嘅觀眾都會準備一啲利是嘅，就係我嚟送俾啲歌手嘅。哦，有呢度上。係有呢度。好，我哋而家上去啦，我哋去紅包場啦。嚇？好難分啊嘛。好難分，好難分啊！呢度場啊。係啊。但係今日冇啊。好似以前嗰啲歌廳啊，好以前啊，香港舞好犀利啊，好犀利。信啊！而家個地球係縮窄咗噶，反而香港我哋撞唔到啊，響台灣撞唔到啊。咁啊，撞到葉粉絲咧，就係嚟指揮呢個交響樂嘅。點解會嚟到香港咧？點解嚟香港？點解會嚟到台灣咧？其實咧，我今次咧就係嚟同台灣嘅國家交響樂團咧合作嘅。咁咧就聽日就會演出。咁啊，今日咧排練完咗，咁我嚟行下街咯。啊，係啱啦！排練完咧就係個人要放鬆啊。我帶你嚟下呢度啲，哇，好犀利啊！呢啲夜市咧，我帶你食一啲好得意嘅嘢，好唔好？好啊，好啊。好，我哋一齊行啊。嗱，呢一檔咧，我就提議你唔好試。點解？因為咧，你排你起碼排成大半個鐘。哇，係喎，好多人。但係啲嘢就好得意㗎，其實佢係點樣咧？叫做胡椒餅，佢就係猜咗麵粉之後咧，但係佢裏邊有葱啊、有肉啊、有嘢，佢就直情好似印度烤餅咁咧，就擺咗落個石爐度嚟燒熟佢嘅。嗱，佢個好脆喎。嗱，嗰個皮好似麵包咁，但係裏邊就濕嘅。好特別，好特別。我細個嗰陣時啊，你就後生啫。咁唔係啊。我細個嗰陣時咧，我哋夜晚就係咁樣噶。呢度有少少似香港嘅廟街。係啦，其實我13歲我已經打 bass 嘅。係咩？我玩 bass 嘅，我好中意音樂。而家你仲有冇玩？冇咯，而家個腦去到，隻手去唔到啊。
其實音樂咧，好多人覺得咧，音樂要分門分類嘅，即係廣東歌還廣東歌 ，hip hop 還 hip hop，orchestra 還 orchestra，band 還 band。講細啲就係，但係講大啲咧，音樂其實係一個世界共通嘅語言嚟嘅。嗯，我就覺得咧，音樂就有兩類，好同埋唔好。係。係嘛？太啱聽，係即係太啱聽。種種唔同類型嘅音樂咧，都有寫得好，同有寫得唔好。冇錯，係啦。咁就睇下你揀邊一樣啦。我自己咧就當然啦，即係古典音樂係我嗰行啦。咁由細就接觸即係比較多啲。咁但係流行音樂我一樣聽 ，jazz 一樣聽。雖然我唔係話好識嚇，但係咧都能夠辨別到邊啲係寫得好，邊啲寫得唔好。譬如我有啲，因為我以前都單親啊，我一個人養大五個細路哥，咁我有陣時有好多壓力咧，我唔可以同我又有媽媽喎，我唔可以同我媽媽講，我又要照顧細佬妹，又唔可以同細佬妹講，咁我咧就會抒發曬喺音樂裏邊，就直至到今日都好啦。邊一個點媽媽 I love you 咧，我都頭痕嘅，因為我係一定喊，我連 rehearsal 都喊嘅，感情豐富喎。係啊，唔知點解咧，我係。做音樂就係要有感情咯，我哋其實都會有嘅。指緊嘅時候咧，如果真係樂隊演奏得好，自己練到嘅嘢出到嚟個效果有喺，你有個澎湃嗰個感覺嘅，會㗎嗬。而家香港小朋友咧太幸福啦，係啊，係電子遊戲機代替曬一切啦，冇錯。但又唔係叫幸福喎，其實咁樣係唔正常啊，你知唔知啊？少用即係少用腦啊，係啊，玩少少就 OK。輸啦，哎呦，哎呦，輸已經輸啦，真的沒輸嗎？沒輸，沒輸。啊，假如輸了你賠啊。噠噠，一二三四五六，哦咁嘅，仲有機會喎，可以 lead， 係啊，唉 lead 到啊嘛，小朋友要不要玩？嚇走啲咩？佢話廢彩你啊，我玩電子遊戲機啊，哎呀，又係一粒糖，笑咩？我有兩粒糖啊！我覺得其實咧，音樂對一個家庭、對一個人好緊要嘅。我爸爸咧以前就講過，學音樂嘅小朋友咧唔壞到去邊，因為你有渠道俾佢自己發揮啦，同埋發泄啦。其實好多小朋友咧，佢都係好中意人哋注意佢噶。冇錯。咁你有一技之長啦，咁有得表演啦，咁咪有 attention 啦，係咪？係啊。咁其實對個小朋友嘅成長係有幫助咯。咁你細佬哥有冇學音樂？有，我亦都咧要培養佢哋，因為真係小朋友細個時候真係唔識得自己揀。冇錯。咁我就俾多啲即係選擇俾佢哋啦。同佢哋一定要去聽音樂會、睇表演。即係我覺得即係學音樂咧係除咗話一個興趣之外咧，其實都係一個個人修養。冇錯。你個眼界要睇闊啲啦，咁就唔好話淨係我係做樂隊嘅，你淨係聽樂隊啫，唔係㗎，芭蕾舞啊、話劇啊，或者係流行音樂會一樣帶佢聽，咁但係佢大大下自己咧嗰個喜好係點，佢自己就會揀咯。咁因為我自己做音樂依行咧，我亦都好希望我嘅小朋友認識我做嘅工作，咁就變咗同佢會少啲代溝。我同我哋屋企，我哋都好中意音樂嘅，我屋企人都中意音樂，但係我哋個溝通係點樣溝通咧？我咧、我奶奶咧、我新抱咧、我老公咧，我哋幾代咧就去 disco 跳舞。到現在都是而家仲有 disco 嘅咩？有，我第日帶你去啊！帶埋你個女，帶埋你個女啊！我哋一齊去。我點解要等佢去？去邊度同咩人跳唔識啫？我咪同埋佢一齊去咯。我哋係㗎，我哋響 disco 度，然後我心裏就奶奶你飲咩啊？咁我又問我奶奶你飲咩啊？咁然後太奶奶你飲咩啊？咁樣嘅我哋。即係成家人一齊做一個活動咯。台灣人原來都咁中意食羊肉喎，係啊，台灣人其實好中意食藥材啊、成啊，好多呢啲嘢食㗎。睇下先，佢呢個都放咗啲咩藥材落去咧？嗱，呢個冇當歸，佢嗰個排骨咧就有當歸。我頭先聞到當歸，但係而家食就冇。羊肉唔擺當歸喎，係咩？點解咧？羊肉已經好補啦，再擺當歸流鼻血咯。係真係好肉喎，唔係講笑喎。
我哋香港政府應該整條咁嘅街啊，係咪啊？我咧就有一個問題咧，初初我同我老公結婚咧就有一個好大嘅問題，我覺得係，因為我呢次係第二次結婚啦。我結婚嘅時候我已經係做咗呢行啦嘛，做咗娛樂界，所以好多人認識啦。初初我老公係有壓力嘅，一出街人哋肥媽，你係肥媽老公啊？咁但係咧我老公佢本身做嘅工作咧都好重要，佢其實咧佢都好成功嘅，做得嚇。咁咁啊變咗有時咧，佢間中嘅都會話：哇，你知唔知出街都好多人認得你喎？咁佢行過嘅時候個個都望住你喎。我話係咩？我唔覺喎。我話望住你啫，係咪？咁即係我諗有時聽到譬如即係佢有咁樣嘅一啲感覺嘅時候咧，好似你話齋，即係要同佢要兜係啊，即刻要同佢溝通下。我成日咧，我日日都同我老公講，老公 I love you 咁啊，對住鏡頭又老公 I love you 咁啊，對唔對鏡頭我都係嘅。呢下我日到佢講先得，唔係真嘅。男人話唔介意呃你嘅，你日日要提佢，我愛你老公，因為你越響出邊強，你越個個名氣越高咧，佢就男人會有一種人哋認得你喎。你真係咁多人認識你嘅咩？即係佢會係咁樣咯。如果人去到邊度，你唔欣賞對方嘅，喂，唔欣賞你都唔會嫁俾佢啦。係，係咪呢句聽清楚？係嘛？係真嘅。所以兩夫妻嘅相處咧，唔好話哎老夫老妻啦，嗌咩 love you， 你係錯嘅。越老要講多兩聲添啊！老闆，兩個冬瓜茶不加冰。冬瓜湯啊，飲過冬瓜茶真係。其實冬瓜茶有益嘅，係嘛？哦，冬瓜連皮連囊煲黃糖，咁好嘢嘅，咁都飲到。但我教你一樣仲好飲嘅，係咩嘢？就係咩咧？我哋廢物利用啊，嗱，譬如天熱啊咁咧，消暑啊排毒咧，冬瓜皮、西瓜皮、黃糖即係片糖啊，煲15分鐘，話熱飲又得，凍飲又得，係消暑解渴，俾細路飲先好啊。我翻去試下先。係啊，因為你煲夏枯草煲嘢有陣味咧，佢未必好飲，但你咁樣煲咧，佢好飲過呢個。烹飲啦，我真係唔入廚房嘅，即我發覺咧，即係有時可能真係少咗好多樂趣啦。會嘅，係嘛？會嘅，拍入廚房咧，你唔好，因為你驚咗個廚房，你覺得煮嘢哎呀好麻煩，唔好煮得咁叻，煮得咁叻多嘢做。我教你咧，3分鐘煮到嘅，但係咩咁快？哎，好快嘅啫，煮完出嚟咧，你仲要咁喎，拎出嚟之前。抹下汗喎，然後話俾聽我煮俾你食嘅咁，知唔知啊？嚇！你千祈唔好話我好辛苦，唔係，拎出去俾啲仔女同佢老公啦，你就攞啲，唉，食啦，我煮嘅。有好多人學過噶啦，係，鰱係咪好難整咧？話諗都未諗過。聽住，揾個鹽嘅鍋，一塊塊擺咗啲鰱喺度。開慢火，咁佢就自己會搓曬，唔好擺油喎，好健康噶。佢自己會出油啊，出剩咧，煎到底下咧，金黃色啦，反轉佢，又煎到金黃色啦，生得火啦。咁你就校定一杯汁係咩咧？一羹蜜糖，一羹豉油，兩羹水，半茶羹豆粉，倒咗落去，佢嚓咁咪收乾汁咯，咪倒得出嚟嗰啲，煮完噶啦，好好味喎。你一個禮拜煮一樣。你老公會錫到你窿。我早排我淨係識得煎牛排，我煎牛排都幾好嘅。一個禮拜我教你一樣。好啊。咁啊，好多謝你。我而家嚟呢度咧，揾我朋友就犀利啦。黃小虎其實好多人都聽過佢個名㗎啦，佢係唱歌好犀利嘅，唱 jazz， 同埋呢個地方咧啲嘢又好食，音樂又好聽，係高級嘅地方嚟嘅，揾佢先。咦，真係犀利喎呢度！哇，呢個門幾犀利喎，好似暗門咁，幾得意喎！好，我找找朋友，小虎哇 ，Maria， 大家都笑一笑先，你幾有型。
哇，很有型啊 ！Maria， 你在说什么？听不懂哎。哇，好有型啊！好有型啊！好有型啊！国语怎么讲呢？讲英文也可以啊。You're very stylish, you know. Thank you, thank you. Nice to see you. 我跟你说 ，Maria， 你今天呢来到这个地方呢，这间餐厅呢要介绍给你就对了。不管是食物，还有音乐，还有整个装潢，整个气氛。还有甚至是喝的东西，其实这家餐厅的什么都有，而且什么都是非常好的。当然了，假如不是非常好的，怎么可以请到你尝呢？哎，啊这啊，对不对？这样我就不知道怎么接了。不要接了，那个是说的也是实话了。实话是真的实话了。好了，第一道菜你介绍给我的是什么？我们来个羊排。好，没有肉不欢。你看看。看这个摆设哈，广东话叫煎啊，试试看。好，对，哇，一切都知道了，很容易切，很 juicy， 它好好腍啦，同埋里边仲有好多汁。煮羊排最惨咧，煮到佢死死实实啊。可是我老公喜欢吃牛的，怎么办？牛吗？没问题，马上就有牛来了。哎。哦，真的哦！你看看，你看看，这个白色就知道这个厨师有没有，一人就一片的，一人一片。好，我们很少去联系，大家话我哋好少联络嘅，但系每一次我嚟到台湾咧，我一定要见佢，我一定要来见他，一定要听他唱歌。为什么？你听过你就知道咩叫唱歌啦。我是歌星，我是歌手啊，不一样吗？听得出来不一样吗？我听啊，我以为你是明星，你是歌星，你是歌手。我不认为我是明星啊，你不认为，可是你是啊。Whatever， 我觉得呢，歌星呢，有的是摆在那边然后好看的，那我们像 Maria， 我们是我们会唱的，对，我们是歌手，我们是 singer， we are， 对 ，and we are all enjoy。Yes, singing， 对不对？我们不是摆在那边好看，然后那个叫歌星。哦，那个才是歌星。那我不做歌星，我做歌手。My good friend from Hong Kong, me。好，那我去。你想死啊？你去拍呀、啊，你去唱歌、啊。拍手用不到你。那我跟你手怎么小？用到你拍吗？那我是跟你去，然后我们两个办那个。Chopstick 啊！我们来玩一首，我们玩一首英文歌，好不好？什么歌 ？Summer Time， 你觉得怎么样？好啊，都可以。Any song, any key, any tempo, any time, anywhere. Fish are jumping, and the cotton is high.最近就是有很多年轻的，他们都会去参加一些歌唱比赛，所以不管在像内地啦，或者说台湾呐，对，甚至是欧洲，像英国，他们有选秀的比赛这样子。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活动，因为让很多喜欢唱歌，然后他有才华，他又唱得很好的这种，不管他的年龄层，你知道？对，怎样出来才是好的，不是用包装。
那我觉得这样选出来就是他的实力够了，舞台经验也够了，然后都有经过一段时间的磨练，我觉得出来的东西，出来这个歌手的本身的啊值啊，quality 会比较齐全一点。在网络上你很有名啊，那很多人问那些比赛的人最怕是哪一个评判呢？就是你啊。其实我们马瑞亚不差不多啊，对啊，你看我们讲话差不多啊，都是对呀，对啊，所以他们不找我做评判呢，不然他死定啊，真的。很多年轻人，我觉得，他们很想当明星，很想当歌星，但是你很想跟你能不能，对，这是两回事。所以我觉得，真的是可以给那个年轻朋友一些建议，就是说要不怕遭到挫折。对，对你应该是要越挫越勇才对。挫折是一个考验，入我们那行，小姐。每天都有考验的，你知道吗？你唱得好不好，排你位置，排你的位置，拍照拍不拍得到，也是一个排位，对不对？假如你自己里面是有料的，有材料的，总有一天一定会出头，一定会出头的。我还记得我当歌星的时候，已经30多岁，6个孩子的妈了，我才是歌星，对不对？陶喆了，陶喆了，陶喆，好，我现在想起来了 ，yes， 陶喆是我很喜欢的歌手。那杰伦也刚开过，对，杰伦，对，那杰伦是他也是音乐性也是很丰富，因为好像蔡依林连跳舞、杂技什么都做，真的说真的，我很佩服，因为我做不到。假如你要我这样做歌星呢，我坦白说，我做不到。他是算是演艺圈的这个体操选手，演艺圈的体操选手了，就是陶子讲的，陶晶莹讲的，我们演艺圈的体操选手。那我觉得在这一点上面，我觉得我们大家都非常的佩服蔡依林。对。那至于新加坡来的这个孙燕姿，燕姿呢，真的她的笑容太可爱了。但是至于唱的方面呢？我们两个就自己知道就好了，因为这个有分两。我对我来说，我自己的标准有分好几种，比如说他个人的魅力的，比如说你说梅艳芳，他当然啦，个人的魅力，他有个人的魅力。但是对我来说，他能唱吗？其实对我来说是一个 question mark。他能唱吗？还好。我也常常在想一个问题，比如说，你看歌手、艺人、歌星那么多，那你怎么样去找到自己的自信？比如说，你要去证明自己存在，因为很多人都去看孙燕姿、蔡依林，那我们这些怎么办？所以呢，我觉得最重要的是，你自己要很清楚你自己是你想走什么路。那因为我只有站在台上唱歌的那一刻，我才觉得。我是存在的。